东西是中漆，中漆的颜色它会比较淡雅啊，而且你看中漆的花也画得很大，红冰梅的花朵画得也很硕大，这都是中漆的一个特征，大家记住啊。各位看看好了没有，里面还要不要看，里面也可以看，全美品冰梅小到中漆的缸一个。那你们觉得这个市场价会多少，你们打在公屏区我来听听看，至少大几千吧啊。那我给你多少钱呢，给你们中几千行不行，一下便宜了两三千，超值，没有第二个直播间有这个价格会匀给你啊。所以呢你们的价格呢我也听到了啊，但是两千呢肯定呢连个盘子都买不到了，不，你那个价格是没有交易的，是交易不了的价格，那个不叫行情价，行情价就是有人买有人卖的那种价格，成交了的价格这叫行情价，你那个价格呢就叫报价，对对，就跟委托委二委三一样，委托价格啊，可能你永远成交不了，但你也委托了一手挂在那里。